如果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菜，那就试试这道酸甜开胃的糖醋鱼，鱿鱼两面改花刀，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，油热下锅煎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散落炒香。糖醋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糖醋汁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煮开后放煎好的鱼，均匀的裹上汤汁，扣盖焖煮3分钟，最后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